阿邱小姐又俾幾首我揀啦，咁我覺得咧 for sleepless people 啱嘅，咁啊點解咧？我喺佢嗰幾首歌裏邊，我今晚就揀咗呢個午夜吉他嚇，嗱瞓唔著咧，起身彈下個吉他啦。咁好多時都係我以前做嘢都忙嘅，我彈啲吉他都係都唔係午夜十一點後啦，咁即係彈到午夜都彈緊嘢咁咯。咁啊全靠我有時要抒發情緒咁樣，我先 keep 住做。如果唔係就真係可能生即係。即係而家都麻麻地啲吉他，但係會更加生手咯。即係我朋友我同學同我一齊嗰陣時一齊夾歌嘛，佢為咗嗰啲靚指甲，佢就犧牲咗唔彈吉他，係啦。咁啊，呢啲係個人選擇。佢個指甲俾我講過好多次啦，真。在什么地方传来阵阵凄凉的琴声，如泣如诉，多么动人。吉他也弹个不停，好像一个失恋人想要找回那颗心。我和你呀，都是走心情，夜色深沉，人儿已寂静，孤零零地等着黎明，吉他也弹个不停。都是一个失恋人，在伤心，我和你呀，都是遭遇一样的命运，请你不要再叹息，我们都是一样的心境，孤零零地等着黎明，吉他也弹个不停。伤心，我和你呀，都是遭遇一样的命运，请你不要再叹息，我们都是一样的心境，孤零零地等着黎明，吉他也弹个不停。天边只有一颗星，你我也是孤独一个人，爱情哪里去找寻，吉他也弹个不停，吉他也弹个不停。全程是二部的，我們即玩吉他呢就即夾呢就唱二部 的歌嘛，很開心咁樣咯，就以前喜歡 玩這些啦，我家在哪裡啦，那些呢全部有兩部合唱，還有一隻叫做夕陽落在西山下，烏鴉都回了家，为什么还不见他，叫我真的不牵挂，永远守着他，我唱到那里才记得，因为我要永远守着他，因为好像阿姐唱的以前不知道是不是四代金花里面，所以这首歌就学了。我会唱，因为又是由头到尾都是突然醒起分享一下。